道歉太廉价了。你看多次的朝野协商，你看他的态度嚣张傲慢。经过这么久的协商，我们得配合啊，面子要，理智也要，还骂人家一顿，还开记者会，那在那边讲了风凉话，道歉就了事，一点都不尊重在野党，道歉，这个廉价的道歉，国民党团不接受。